跟上一组完全不一样的。人家选的 MC 二限定，我们 MC 三，他这组我们就不选他们选过的，我们主要是我的吧。我们这一组台上的都是女朋友，我们都是二吗？哎，干嘛？你们三个不行，洗手也是。我闻一下，我闻一下，洗不掉的。这是洗的手吗？不，你是拿洗头发的洗的吧？还挺香的，其实。对啊，不要跳机长哦。不要跳机长哦，你要严严实实的机长哦。拜拜，可以走了，拜拜。那我们选什么呢？那就选二呗。那就二吧。二啊。我没有七大姑八大姨哎。哎。组队模仿过年时和七大姑八大姨的对话，表白小学居。哇哦！其实七大姑八大姨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波，有一波是七大姑。那我们做未成年就是八姨，未成年就是扮演自己八婆。我们她是七大姑八大姨哦，八大姨。这重要吗？很重要。还有我们自己分一分。对，就是一半一半吧，四个就做问的，然后其他呢就是被问的回答的，对，回答的。好，来，哪边是什么啊？这边是回答的。哦，那我啊，你要当七大姑八大姨？我要去问的，我要去问的。就是三四个好了，四个了这边可以的，让佩佩一定得问，佩佩一定是七大姑八大姨的。对，长得就是这种，他长得就适合。一下就适合问人，佩佩长得就是一副下一秒就要问，哎，你今年赚了多少钱呀、啊？我干嘛？不行，你不能走啊，你只能站在这里。这么多呀？对啊，说好的一边四个，那就你们四个都是八个，这有五个人。八大姑哦，不好意思哈、哦。你把谁没当？你说，不把谁当人？算了，我问吧，阿姨呀。好。好，那我们是小孩是吗？对。我们这样子吧，我们直接演一局，然后你们开始问，我们都是同事的小孩，烦啊！我们是小孩，你们是大人哦，我们是大人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就我紧急，你继续，你说，你我在紧急求救，我没有其他姑呀，那你就当那种八卦的人，已经开始了，来，你可以直接问嘛，你可以直接问，我们都可以问。阿姑呀，现在读书还是工作呢？勤工俭学啊。那你在哪里工作呀？有对象吗？在。有没有对象？在广州东站。你要来广州东站？我们在这里开盘。开火车的吗？不是，在广州东站跳舞。哦，哪里？在广州东站里面跳舞吗？外面。外面吗？你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我想了解一下。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口音这么奇怪。我听的脑子都晕了哟。就是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，难怪是你是他的小孩。介绍一下你的公司呢？还好哦，哎，我的口音真的是。你们七大姑八大姨这么无聊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收入各。其实现实中呢，他不会一个一个问的，他会、啊、你一句我一句，就是那种这样。那我们一起问，那是一起问吧，攻击型的，对。那一起问吧。有对象没？那个阿姨，你女儿今年赚多少钱啊？阿姨，她不是还没有女儿。被打击到了。我们在演戏，演戏。阿姨，我呀，我女儿今年赚的可多了，哎。我没有女儿，啊，女儿，我女儿今天赚的可少了，在街边乞讨呢，在卖艺啊，好可怜。哎，今天有对象了吗，小姑娘？小姑娘，你过来，站那么远干什么？不尊老。啊，走。啊，哎呀，不必了，发财，不必这么大的礼，不要给我跪下求。恭喜发财。左可家粉丝不要打我。然后，有对象没？几岁啦？对象多少岁？给你红包没？他有房有车没有？有没有房有车？没有房没有车，跟他在一起干什么？我好像走错家了，这不是我家。谁家阿姨啊？我没有这个阿姨。考试多少分啊？成功了没？没过吧，阿姨。我过了。哎，你过了也没有我家孩子厉害呀、啊！我跟你
说啊，我家孩子，你孩子今天都没上学。你怎么回事？太难了。他逃课，你不知道。我要。你逃课。我要。你逃课。我要养你。你不是让我出来挣钱吗？天哪，阿姨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这孩子太乖了，家推。我十岁就开始出来挣钱了。这个阿姨不行啊，你们信吗？对吧？九年义务教育，你竟然十岁就让人家出来赚钱？对，九年啊，十岁已经够了，十年了。你从一岁开始义务教育吗？好有道理哦。你那是真的厉害，五哥，十年不够吗？九年义务教育，十年，我要多高材生？高材生，十岁就毕业了。那。哎呀，你除了对他问题还有别人吗？没有，他只对我有问题。哦，天，他只对你有问题哦。我的妈，被克被天。那个，你们这里最小的是谁啊？哪里啊？哪个？你们四个？最小的是大乔啊？大乔吧。我看起来像是最小的吗？像。你很好。行。你们最老的嘞？最老你啊？是你吗？最老的。哇，你们这小孩，小孩，别说了，小孩我给你，最老的应该是我，我是阿姨啊，你还是姐姐。我可以，最老的是那个宜兴是吗？是不是宜兴？我以为你要小孩。七大姑八大姨应该喊成心仪。宜兴应该喊成心仪。应该喊成心仪。心仪是吧？心仪是吧？心仪是吧？阿姨是宜兴哦，宜兴哦 ，sorry， 啊 ，sorry 呀，对不起，阿姨还会阿姨好洋气啊。那今年处对象了没啊？没有，处了，处了，看面了，处了，处了，我给你面色红润的对象可有意思，一个人，你干嘛你广西啊？就是我上一次我看到你跟一个人，不知道是男人女人干什么的，反正就是短头发的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肯定看错了。挽着手，不知道你们。现在是长头发了。我上次看到这个小姑娘跟一个男人跳玛利亚，你们看过没？然后还在一个幕布后面投个影，然后在那里。摇曳。这是什么表演？好想去看。十八响的表演啊。哦。就是那个，是不是那个舒淇表演的地方啊？啊，我们是。对，就是广州东站那边。哦，舒淇是那个大明星哦。你姓什么？阿姨，哎，她是叶舒淇。哎，大明星赚好多钱的。她是叶舒淇，多了一个字。你不把我阿娇放眼里啊？谁最红啊？你不把嘉怡放进来？你们这里谁最红啊？谁最红啊？冰冰啊 ！FBB， 不是你最红吗？你更红。你更红。最红的应该是我们呐、啊，因为我们的广场舞风靡全球。我不跳广场舞。一点都不上不时尚，这个老太太。我老了，我是在家里办大寿看你们跳的。对。这个阿姨好安静。好爽啊，可以喊他们阿姨。黄阿姨，我听到这两个字还是好不舒服。那你就心里吵闹一点，就不是阿姨，安静。阿妈，阿娇，哎，什么？阿婆，拉出去杀掉。心里不舒服。阿娇在哪里工作呀？在一个神圣的舞厅。哦。剧场。那你平时都会跳什么舞，唱什么歌呀？华贵那种类型啊。那表演一下呗。来，表演一个。来，阿娇请。来，她是我们这里最会滑的。哦，那就一起吧。一起就一起。给阿姨们表演一个吧，啊、小孩子们。给我们表演一下呗。哎呀，滑！哎呦，好滑哦。那你还会什么呢？唱歌。我会夜蝶啊，阿姨。哎呦，
吧，就是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过是，要命啊！你问过了吗？下个阿姨，殷姨哦，福姨，他问过了，他第一个就问了。哦、福姨感觉在叫一个姨太太。我们能不这样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吗？你们想反抗吗？猪猪有话想说，所以想反抗吗？想反抗。阿姨，我们的红包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都出来工作了，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发红包？是不是你们孩子赚的钱太少了？你们都工作了，你们都工作要什么红包？我都离婚了，不需要红包。你跟谁离婚呀？要给你们红包。跟谁离婚呀？佩佩，佩佩阿姨。过年不收礼，收礼只收辣条。好像，算了算了，给你给你。给我是不是给我？还要给你红包，现在包一个，这红包怎么是空的？没有，把手伸出来。好了，好了，是这个套路吗？好了好了，来吧来吧。大家有生柱吗？太难了，当阿姨太难了。我有一个生柱，祝 R U L Y N N N， 阿乐在吗？嗨，嗨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顺便也祝你新年快乐。然后希望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多吃一点，吃得白白胖胖的然后再回来，然后希望你今年的每一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，然后还是常来剧场看我吧，虽然你平时已经够常来了。然后再祝你什么呢？祝你新的一年可以祝你一夜暴富，然后赚更多更多的钱，然后身体健康，谢谢。这里有一个生日祝，祝艾迪维大概就是肥牛吧，然后祝你生日快乐。然后总选后这半年来，然后都很忙，一直在出差，然后呢都没什么机会来看公演。然后呢，希望你新的一年里面，然后可以少出差，然后多陪陪家人，多来看看公演。然后呢，提前祝你新年快乐，谢谢。耶、yeah 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那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精彩的公演吧。耶、yeah ！